我发现我忘记画眼线了，画的眼线不对。我们穿了一个这里自己的衣服，很多朋友们，粉红色的话就都是我们自己的人。这是什么啊？漱口水，卡格。啊。这根本还没吃，一点就饱了。真的超饱了。不要这个。我多拍一点你，我就会剪了。耶！OK， 开灯。饭店大厅的感觉，好想喝 Americano。没错，就我们的南山。我们像毕业典礼一样，拖着自己的行李要坐巴士。哎呀 ，Hello， 我请了一台摄影师。来了一间咖啡厅，但是我们现在要走了。是一间蛮像的咖啡厅，但咖啡就还好。我们现在在一个画廊。我觉得你很适合这样哎。OK， 卡卡。我们现在来美术馆。啊！是录音吗？对啊，我们拍的。我们的观光巴士来了。啊，好呢。不给吧？没有哎、欸。这是不是有点像坚果的感觉？你要我的毛呢？毛呢有病的呢？他们比较多的呢？我想吃。还好，对，真的补的蛮多。但是我不喜欢吃甜的披萨，那是甜的。因为我觉得甜的话有点像甜饼。还要是第一个做的。我们又来了个新的披萨，我是个的。有洋葱跟 steak。감사합니다네现在随便两个阿哥，我们是很他们也会醉的女生。炸鸡、羊卡，我刚才买的。哦，我看到了。哎，我推荐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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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可以吗？就是八年的。嗯。各位。嗯。有点难。一个能吃一百四。잘먹었어요。我们不用塞车，旁边塞爆了。就是我们有一个专用道。우리지금인천인데가고있어요这是我们的饭店。喂，挤进去。耶，我们要去找我们芳芳了。等一下见吧。我们在这里。Go go。你看现在没有，现在没开放，因为夏天。
我们那边整个大楼哎，高楼大厦的感觉。浴室还不错，浴室是分离的。大家，我现在穿着我们的团体衣，来了一件 L 的外套，直接盖到我的屁股。这是我昨天去染的，本身不是我想要染的样子，可是出来我觉得还行，就是虽然跟我意料中的完全不一样，可是至少不难看，所以就是还算蛮符合我想要。总之呢，今天就是一个蛮特别的一天，因为就是瞬间认识一大堆人这样。要参加 orientation， 我们是122个之中的20%。对，可是玩一个网的游戏抽签，所以我们大家都很紧张，就是自己会跟谁一起。原产的业绩，可是因为我们住不去饭店外面，所以只能隔着窗户拍。我们现在来游泳池拍照完。这边室内，来拍拍照，这也还好。我只对咖啡有兴趣，因为我起得很早。牛真来呢，在那我手。还跟后面的朋友 say hi。今天也是美美的，当然。我们现在去同岛，同什么岛？同岛不是同木，然后公哦，松岛，松岛。我们去松岛。我的鱼竿还养春，我的鱼竿还养春，感觉超标准。还是一次我的鱼竿养春，他的养春是韩语。养春，养春，我们已经买迎春。养春，养春，养春是什么？养春，养。我哋而家喺养春。慢一点。我哋而家喺，我哋而家喺，喺养春，养春，养春。首尔，哇，首尔，首尔是什么？首尔，首尔。我哋而家喺养春。我哋而家。好绿多，好冷的，好冷啊，好冷，好冷。是不是看起来其实也变？要在这里取景拍照，所以我们要拍什么样的美照？我要拍外国感的美照。OK OK， 外国感，外国感。哦，这是什么？鹿哦，沙沙姆，这个是沙姆的农场。小鹿鹿，但是有点臭臭。哇，超可爱！弟弟在喂沙子，看小弟弟。小弟弟的小手。嘻嘻。这个公园超级大，而且它充斥着各种就是花花草草跟建筑，那个小小的小鹿园嘛，还有骑脚踏车的人。啊，这条。拍起来一定很美，这个 park 真的是想象一种好看很多。哇，越靠近韩屋之后越漂亮。哇，然后呢，小朋友会在这边滑那个 keyboard， 就是滑板车，但是有点可怕，因为韩国路毕竟也不是太好，所以稍稍危险，但是还蛮好玩。我
们呢可以这样看看这些韩屋。嘟嘟，嘟嘟，哪里有嘟嘟？这个 Central Park 它的一个像是就是各种韩屋村的咖啡。我得一个养成。哦，差点死。哦，差点。哦。我得一个养成。我得一个养成。这个很像。我你搞两个。多少呀？多少呀？多少？多少？多少？十八四，十八四啊，十八四。我哋而家十八四，我哋而家十八四。我哋而家大 taxi， 大 taxi， 大 taxi。啊，都闷了呢。好爽的。大路，挂住你，挂住你，挂住你。我好好挂住你，我好挂住你。旁边的都到。你要阿七妈妈？啊要。我也要。我哋而家係養春食飯，我哋而家係養春食飯。哇！我聽到啦，我聽到，聽到。我們的阿七嘛。我們先來看看這個飯，它是鍋巴飯呢。哇，好吃的哦，開麗。它抹超多的。对啊，我怎么？我们这个是锅巴饭，它是可以一点饭拿起来吃，一点饭拿来泡汤。这是开胃很好吃的肉，这个是牛肉。嗯，好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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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我们要来吃一个发酵味道很重的，它每道食物就是一个发酵味道很重的，很重的，鸡给鸡给，它很像就是外国人觉得臭豆腐很可怕的那种感觉，这就是一个发酵过头，很像食堂闷闷臭臭的那种，听起来没有臭，闻起来。它就是整间店就充斥着，我想说这间店是不是有点湿湿闷闷的的味道，对。再是成江鸡给的味道。那个那个饭，我有时候看到你们研究所的人生就是这样，疯狂的报告。让他们之后，我就是重新思考了一下，我要不要读研究所这件事情。里面好像很多海鲜，去刮一刮。今天晚上就吃那些，有螃蟹吗？螃蟹可以刮刮吗？不要动！我们现在在这个海边，我们要在海边喝咖啡，但是真的超级冷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天气。这里超美的，是海边，真的是海边。冷到全部人都把帽子戴上。我出去打。哦，妈呀！哦，出去干死了。小黑。可以，这个
对面那个岛，那个岛看，我们要去对面那个岛，对，对，人家可以。要前往咖啡厅的路上，很漂亮，但是已经涨潮了，所以进不去了。那个中间那一条缝缝已经合起来了，所以呢，我们现在要来这个咖啡厅，它是大邦咖啡。哇，它是一个像是一个小小村小村庄这种感觉吗？它是一个很一窝蜂起来的地方，哎，每一个区块都长得不太一样，边缘都长得不太一样。对，哦，拍呀拍呀，哦，好冷哦。超级多，然后它还用冲浪的，就有一个美女，超级有氛围感。等一下，我们来试试看他们的比较好。买的东西了。哦，你买了什么？강아지되게좋아하신분，안녕。组团体。你们四个都看我。我们在拍哦，这个腿真的很好笑。他是男生还是女生啊？男生。好想他公主，公主。你看后面啊。哼哼，秋千。耶！快点，都开始了，开始。그냥우리폰으로도여기。하나둘셋뜨자아뜨거워예바이바이헤어지기싫은데오나도하여러분저도보여주세요립스틱怎样？没电了？哎，没有啦。他说他没有穿口红。我也要支持，要不要帮我面面？帮我夹夹。帮我夹夹。帮我夹夹。好恶心哦！你要拌拌还是面面？你要头打打吗？我怕怕。那我帮你呼呼。很厉害。